晒啊！而家11点，我哋准备去食第一餐，谂住今朝早咧食鸡饭同埋牛肉面啊！而家喺台北车站啱寄存咗啲行李，之后而家就出发。流山东小吃面，30年历史呢间系排队。蒜头榨菜，我哋而家喺度等待紧我哋嘅牛肉面啦。呢间系我男朋友 search 嘅，话推荐系好食嘅，所以我哋叫咗一个红烧嘅，一个系清炖嘅，都试下佢有咩唔同啦。跟住我自己揾嗰啲咧，全部嘢食都系中伏嘅，所以最后咧都系最后都系求其睇到啲咩就食啦。所以今次就试下佢嘅中唔中伏，跟住我哋阵间就会食鸡饭，都系佢揾嘅。哇，谢谢。那320先给你们买单，轻松。哇，嚟啦！呢个系清炖，呢个系红烧，两碗都系超大，好似个兜咁样嘅。但系呢一个咧就系台币嘅160蚊，即系港纸嘅40蚊，40蚊咁大兜嘢，哇哇哇哇！跟住然后咧，可以睇下。是用粗面的，而且呢牛肉都很多嚿，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嚿牛肉，那面都是超大嚿，所以很多人来吃，一大早已经很多人了。红烧牛肉呢、这个牛肉咧炆到劲淋咯，佢唔系嗰啲好韧嗰啲。跟住粗面。我而家食紧嗰个系红烧牛肉面啦，我觉得红烧牛肉面系好食啲咯。我另外一个咧就系清炖嘅，清炖咧就系冇咁入味咯，但系我嗰个系浓味啲咯。跟住而且个汤底都好深色啲，但系清炖就会食到牛嗰个原汁原味咯，同埋因为。红烧咧系会炆得淋啲，我觉得我系冇牙婆，所以就即刻好食。我哋啱啱食完牛肉面啦，跟住咧嗰间牛肉面咧，我哋出嚟咧见到排长龙咯，因为咧我哋啱啱好去到咧最后一个位俾我哋坐咗啦，好彩啱啱好就，如果唔系就应该要排好耐。呢间牛肉面咧系几好食嘅，我觉得，因为咧佢唔算太咸咯，即系我唔系好中意啲太咸嘅嘢。同埋佢咧系超大，好超大食，食完系好饱咯。如果你系女仔嘅话咧，好似我咁样啦，唔系好大食啦，唔系好大食，咁你就会觉得好饱肚。呢间嘢咧超多人排队咯，入面咧已经坐满人啦，跟住后咧排队都系好多人咯。都第一档。哦，系啊。呢个系嗰个下水汤咯，下水汤系鸡肾，跟住鸡肉。无论系咪鸡肾加鸡肉嗰啲，鸡肉，呢只鸡咧其实唔知几多钱。我哋一入到嚟咧冇 menu 嘅，佢已经上咗台啦，系每人都系食呢个嘅，每人都系一兜饭一个汤，跟住然后食鸡肉，试下先。我哋咧一嚟到咧，本身谂住点餐睇下有咩餐单食啦，跟住但系咧好似冇嘅，之后咧突然间就已经搬咗啲鸡同埋饭俾我哋啦，所以我哋唔知价钱啦，跟住啱啱问咗咯，佢呢个咧150蚊台币咯，即系除翻开系40蚊，已经有半只鸡嘅港纸，跟住饭同埋汤咧都系10蚊，10蚊即系2.5个，已经有一碗饭同埋2.5个，已经有一碗汤，超抵食咯。不过呢个咧就系用酱。佢的醬是甜甜地嗰啲豉油 mix 埋嘅醬，我哋啱啱食完雞飯啊，個雞飯咧超抵食咯，神兜嘅計埋飯同埋湯都係50蚊有手，香港50蚊有手啊！個雞係有半隻雞，跟住我男朋友話好好食啊，不過咧我覺得好韌啊，我咬唔到啊，因為咧我唔中意嗰啲牙好韌嗰啲，嗰啲牙咧箍住牙之後咧就會。冇力噶啦，但系咧佢个酱咧好建议系零加，我唔系好中意佢个酱啦，因为酱系甜噶咯，即系我中意咸味嘅，
雞。咁其實如果呢一間咁樣睇咧，佢係做隱藏菜單咯，因為我哋睇暈曬成個 menu 啦，即係附近嗰啲啦，都唔見有呢個150蚊嘅雞咯。今日真係好曬又，不過好彩嘅係大風咯，睇下我頭幾段就知，佢曬到咧好似中暑嗰只曬咯，好亂咧。但係個天勁靚啊，影相。不過真係好搞笑啊，因為咧我哋一坐低啦，跟住以為佢會俾 menu 我哋啦，跟住點知咧唔係俾 menu， 係已經上菜咯，未叫菜嘅。佢有分細咯，細嘅便當咧係小雞，跟住飯加飯加湯，唔係飯係啦，飯加雞小雞就係便當，咁就係50蚊個便當。但如果你加湯嘅話，就加10蚊啦台幣。咁然後我哋嗰個雞咧係150蚊係半隻，就會係大嘅雞。佢見咧通常兩個人咧佢就會俾大雞你，如果一個人咧你就可以叫小雞。但好搞笑嘅係我哋乜都未叫咧，係已經上菜啦，跟住我哋完全唔知價錢咯，心諗會唔會好乸貴嘅？但係好彩唔係咯。跟住我哋去臨走嗰陣咧就問，其實我哋想問下係幾多錢嘅咁樣。而家兩點差唔多，今日係最後一日啦，我哋就計劃咗去北投嘅。北投咧諗住去曬博物館啦、圖書館啦、地谷啦，同埋嗰個仲有一個都係一個公園咁樣嘅。不過咧，因為而家已經兩點，我哋5點到咧已經要去機場，所以未必會去曬，同埋要預翻啲時間食嗰個美食廣場。咁而家行緊過去睇下，去到幾點啦？新門，我哋而家喺北投圖書館。叮叮，哇，好靚！哇，洗手間。我等下去，同事，我同你讲事，嗯。呢度咧就系北投图书馆嘅出面啦，入面咧系好安静嘅，所以我哋出翻嚟出面讲嘢。呢度咧唔知落去可以去边度嘅咧。我哋行下先，好搞笑啊！呢度好多人入嚟睇书，可能因为个环境真系好靓咯。个图书馆，原来呢度啊，原来呢度可以睇到个图书馆啊！公园？温泉啊嘛，可以去。可能系喎，楼下一行。呢度落嚟咧，系好似瀑布咁，应该系温泉博物馆啲 friend， 系咪上去啊？嗯。系啊，温泉知识温泉嚟噶呢度，但系点解啲水咁污糟嘅？干净嘅。呢度有啊，温泉博物馆，公厕喺嗰边，地谷喺对面，北投公园哦。哦，但系嗰个 cam 拍呢个，我哋。而家要去温泉博物馆，睇下前面系点嘅先。呢度好靓哦，喺度影张相都好喎。
呢个好靓喎，唔知边度嚟嘅咧？教书一入到去咧，分唔同旅客嗰啲街拉啦，之后佢呢样系好似日本嗰啲榻榻米。我哋而家嚟咗温泉博物馆啊！呢一度咧就系休息嘅地方，佢系榻榻米嚟嘅，我哋可以坐喺度啦。跟住所以入嚟之前要除鞋嘅。俾大家睇下我后面嘅景色，我后面咧系有一个开放式嘅一个景观咯，好多人喺嗰度打卡影相，我哋等下都过去。呢度咧就系出嚟嘅景观咯，佢咧有劲多风铃咯。同埋有一个大草地，好开扬啊！影相。好搞笑咯！佢呢度有首歌咯，唱白烟白露烟，点读啊？嗰两个字。车瞓 K， 车到契仔钳，跌一到十到一仙钱，完全唔识读啊啲字。系即系公共浴通？温泉剪啊，温泉汤，佢扮系都冲凉。膝头再伤，印象再伤容。它入面有啲咩先？好靓啊！盏灯，布置嘅白烟系硫磺味，系硫磺。啲人可以坐喺度睇嘅。饭店。呢度咧好搞笑咯，有嗰啲餐嘢食咯，跟住后咧佢有晒嗰啲公仔。呢度系点嘅下面？好搞笑，呢个系可以饮去噶。呢个系北头嘅浴场，有女汤同男汤，跟住有20蚊同埋10蚊喎。系咪即系入去嘅话要俾钱？嗱，可以入去。诶，好搞笑！录影先，我哋而家身处火山岩，火山岩浸啊！我哋浸死咗，同风哥，好搞笑啊！点解佢系咁闪住我下面？好搞笑啊！呢个你又死咗啦！点解我浸极都唔死嘅？但你一浸就唔见咗。你洗头啊？冲凉。哇！嗱，好搞笑啊！呢个女汤男汤，呢个系可以磅重，请勿使用。但有啲咩嘅？小浴池，小浴池系点？小浴池咁参观个小浴池系咪可以？哇，好脏！呢度咧有讲前汤同温泉嘅分别咯，分别系咩啊？咁呢个系超级前汤，佢话咧系要水质咧达到一定嘅规准先叫做温泉嘅。咁跟住前汤嘅文化系咩呢？我好难睇一啲字，前汤咧系好多年前公共浴室，跟住最后神佛同埋淋浴
是一些宗教儀式來的。之後呢，這個什麼字啊，湯治這回事，是因為醫病所以才帶了入台灣，所以然後有些藥材有些什麼元素給大眾使用，原來是溫泉。發現當地人所謂派的礦水其實呢是很有用的。跟住是日本可怕的毒水是什麼呢？好複雜啊。這隻是什麼？是菜培啊，是小學生和中學生做的。然後哇，這裡加入風鈴啊，還有一些歷史。這個展覽廳是不是暫停開放？我們現在來到北投第二個，不知道為什麼有些溫泉水啊。這個叫做淨手礦泉湯，有美肌功效，等我洗一下隻手。好搞笑，哇熱的，哇好暖的。有冇味？冇味嘅。而家入去呢一个地谷，地谷入去呢度睇下，地谷小店喎，卖手信嘅，手信区，跟住后有咖啡饮啊，原来。这个叫做忘忧小溪，是可以纾解压力的。他说喂，来到了，我们这个地方是啊，曝光啊，大家看不到。第二个用回手机拍先，噔噔噔噔，这里就是地热谷啦，好靓。哇哇好热，黐线好热哦，仲有啲臭添。哇哇好烫，好热。我們來到地谷，這裡就是了。我想說一走過去就會見到超熱的那些濃煙，好熱，如果跌了下去的話會不會浸死熱死了。噔，好熱。咦，走下走下全部的線呢都是走5分鐘就到了。北投梅亭是一個庭院來的，有啲似香港嗰啲中環嗰啲叫咩啊？西九啊嗰啲，唔係嗰個叫咩啊？荔枝角，唔記得咗叫咩名添。呢度係古亭啊，都係要除拖鞋、除鞋嘅，但係冇鞋著嘅。哇！睇有啲咩先？呢個都幾靚喎，咁樣影張。在这里拍完了，跟着我看看。哇，有什么参观的？其实哇，好痕哦，布姐黐撚线，黐撚线咩蚊？台湾劲多蚊咯，好似叫渣都有啊，揸住樽啊，系啊，对手指啊嘛，呢度。而家我哋喺呢个梅宫啊，梅亭啊，黐线！啱啱影嗰阵咧，咬咗5粒，我个手臂咧咬晒2粒，跟住我背脊后面咧，哦，劲大窿，见唔见到啊？3粒咯，黐捻线！
搞笑啊！佢呢度咧，跟住入去咧，嗰度叫做波波池温泉空間。波波池上限係兩人，波波池45公分，跟住人潮10分鐘。估唔到最後一日呢一度嘅筆頭咧，係超級多蚊啊！同埋咧，唔知點解間間都要除鞋咯。但係第一間又提供拖鞋嘅，第二間係冇咯。個地下好污糟，踩完而家用啱啱用濕紙巾抹腳。2000 years later。二樓喎、啊，佢話呢度咧舊咧，佢就話唔再用啦。跟住然後咧，我哋而家入過去新呢度咯。但係啱啱嗰個叔叔咧，呢度入去啊，不如試下。但啱啱叔叔話咧，呢一度咧兩點鐘就已經玩完冇嘢食噶咯，叫我哋可以入去睇下。咁我哋而家入去睇下啦。筆頭市場，睇下入面有冇嘢食啦。如果冇嘅，可能出去食拉麵啦。好似冇嘢食咁喎，真系收晒喎，黐线，真系咪找的吗？咖啡厅什么都没有啊 ！Oh no， 没有了，二楼啊，要上去二楼吗？冇嘢食喎。我感觉我哋又被人困咗，先执咗啦，已经呢度系冇嘢食噶。佢话有一间嘅，但系咧嗰间可能都收啦，得两三间。但我见到系好似 food court 咁样咯。我哋去睇下啦，咁啊，我哋要搵间可能食温泉拉面啦。出面我啱经过见到，如果唔系嘅话，就可能要冇嘢食啦。好似山茶凉京，冇嘢食啦。我操！最后咧，求其揾咗一间葱爪饼食咯。佢咧每份30蚊，加蛋45蚊咯，跟住有原味咁啊咪。之后本身谂住嗌芥末酱咯，但我惊冚过咗，所以就拣原味。之后佢有其他酱料嘅，食咯。但系嗰间唔最后我哋去咗食是第一间阳春面同埋又咪翻去食过咯，好搞笑咯！呢、這个咧系正面嚟嘅，原来阳春面有啲牛肉菜咯。呢个云吞系我男朋友嘅，嗰一兜云吞面咧就好啲嘢，但系就贵15蚊，就有几条菜同埋云吞咯。跟住然后咧想讲咧阳春面同埋红吞面咧，系一样面底咯，一样汤底咯。之后咧前排食嗰啲好咸咯，一劲清淡啊，水粉咁样加油。呢个我哋攞咗佢个辣椒油咯，系超辣噶，滴咗落去，即刻变咗麻辣米。我哋咧嚟到话试个综合果汁，试咗好耐未试咯，最后走之前试下啦，55蚊，左边去谈。好熱啊！我哋啱啱咧食完面啦，跟住後咧，最後咧走之前再買咗嘢飲啦，買第三次。呢個係綜合果汁，入面係有木瓜啦、芒果啦，仲有麥香果同埋唔知乜鬼。之後啱啱嗰間嘢入面原來好多烏蠅，我勁驚佢飛入去咯，佢嗱。黐线，我超眼瞓，啱啱搭去嗰个机场快线，差啲瞓着咗，跟住劲口渴啦，谂住买支嘢饮啦，之后睇啱啱瞓醒睇唔到，原来添咗寡糖，屌好难饮啊！我睇到无添加糖咯，啊好眼瞓啊！而家系10点钟，我哋食芋泥包，又系包，好热嘅，芋头啊，甜喎，嗯，
菇嚟嘅包。咁嗰次我哋细肉包。咁好食嘅，我要请一个。嗯，系。啲鸡咩鸡包啊？诶，嗰个鸡冇好食，即系甜品咁样。最后一日啦，原来我哋屋企附近有间家乐福咯，跟住然后咧系超大嘅超级市场咯，超正咯。但系我哋今日先落嚟行咯，好多有好多嘅手信区啦。其实咧，原来依一度咧都有得买手信咯。呢、这个维格咯，我哋已经买咗，佢个抹茶太阳饼系几好食嘅。我哋买咗个芒果试下，45蚊港纸。